哇，老板娘终于回来了啊！回来了，刘丽哥。老板娘，你先整四个菜。整三菜。四个菜，我在那，你炒好了喊我行吗？哦，好嘞。喊我，咱也喝点啊。哦，好嘞。好久不见了啊。哦，好久不见了。哇，老板娘变得越来越美了啊！你特别夸张呀，圆脸丑了。一个干豆角炒猪头肉。哦，好嘞。记下你啊。哦。一个西红柿炒大肠。好的。你再来个素的清炒菠菜，清炒菠菜行。再来个肉的三荤一素啊。哦，好嘞。再来个蒜黄炒猪肝。哦，好嘞。好吧。啊，好嘞啊。哦，行，好嘞。等一下，我过，等一下你喊我啊。哦，好的。好。给我讲两碗。哎，老板娘，炒好没有啊？炒好了。炒好了，开喝吧。开喝。开喝。来喝去。啊，四个菜啊。四个菜。看一下这四个菜。韭黄炒猪肝，蒜黄炒猪肝，清炒菠菜，八元九。大肠爆炒大肠，干豆角炒猪头肉啊。倒酒了啊，倒酒。哎，老板娘，哎，好久不见，来，来，好久不见，来，那个，喝来。尝尝这菜怎么样啊？尝一下吧。尝一下。尝一下。哎呀，先试一下那个菠菜。看菠菜，我还菠菜会好。看这样一根一根，哎，怎么样？看看，好久没吃菠菜了。嗯，这菠菜炒的怪好，挺好的。嗯，感觉花生仁挺好的。嗯，要点什么？先去看一下这干豆角怎么样？干豆角不能我看到。这很少吃，好久没吃了。嗯，哎，可以。干豆角怪好。哎呀，真好吃。挺好吃，挺好。上猪肝。猪肝有韭黄炒第一次，是不是？还怪好啊。还嗯。大肠不用试了，嗯、以前吃过炒过几次这样炒，来，来去喝，好，来，喝大口，老板娘，大口。